娱乐圈大部分明星都会在各种场合偶遇，因为娱乐圈是个圈嘛，如果两个人从来没有穿过活动、穿过场合，同时下飞机也遇不到，会是什么原因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意见，就是你去想一部电影吧。如果男女主人公，或者是也不一定是男女主人公啊，就是主人公，一直碰不到，一直碰不到，一直碰到，一直错过，一直错过，一直错过。那这个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？我就提示给你们到这儿吧，你们自己去想吧。不是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，但是我就是说，有的时候，不遇见或者是没有，就是经常错过什么呢？我觉得不一定是你们看到那个样子嘛，对吧？有很多事情可能是你们不太知道，希望是秀气一些的小哥哥。还应该算是秀气吧，但也很男孩了。哎，你们觉得刘昊然是秀气还是属于什么的？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属于对秀气这个词的理解是什么。